有没有见到小翠？小翠，她是我最心爱的人。小翠，你在哪里啊？出了什么事了？小哥哥，来来来，陪我们一起喝一杯怎么样？哟，傻小子，过来呀，姐姐我看中你了。小哥哥怕什么呢？又不会吃了你，只是喝杯酒而已。大家别太放肆了，小心漏了心脏。少主等着我们，咱们走。今天看来你又要受委屈喽。喂，是不是想算命啊？饿着肚子能算出好命吗？你可别把人瞧扁了，我算命可不是胡来的呀。这有个白馒头，给你拿去垫垫肚子吧。哎，这年头没钱娶老婆也就算了，何必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呢？你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？哎哎哎，你别走啊，这个白馒头我吃了。哎，好心的姑娘，以后我一定给你算个好命。听说话的声音，她一定是个跟仙女一样好看的姑娘。难怪这算命先生的眼睛不好，竟把一个男孩当仙女，
不过这小兄弟的心肠真好。请问兄弟高姓大名？我姓黄，单字一个荣。大哥你呢？我姓郭，名静。黄贤弟要去哪里？若是回南方，我们结伴同行如何？我不回南方，不过我一个人正闷得慌，想找个伴儿。黄贤弟，你家在南方吗？干嘛不回家？我惹了我爹生气，爹不要我了。你做错什么了？惹得你爹这么生气。我才没做错什么事呢，爹他关注了一个人老是不放，我看那个人可怜，独自又闷得慌，所以就拿了些好酒好菜给他吃，又陪他说话。爹知道之后发了好大的脾气，我就趁夜里偷偷的逃出来了。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啊？我长这么大，爹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啊。我看你爹这时候一定在想你。你妈呢？我妈生下我就死了，我从小就没有妈。你别伤心，黄贤弟，等你玩够之后就回家去吧，你爹一定在家里等着你。那爹他干嘛不来找我？他肯定是不要我了。别哭了，我能帮你什么吗？真的，大哥，那我跟你讨个宝物，你肯吗？黄贤弟，我曾看到你助人为乐，送白馒头给那瞎子吃，大哥岂有不肯之理？我喜欢你那匹小红马，你能给我吗？这……看来大哥和爹一样，都不喜欢我。不不不，黄贤弟，好，我送给黄贤弟就是了。还是大哥你疼我，我现在就去试试这小红马。黄贤弟，这小红马脾气倔，你小心点儿。小翠，我可怜的宝贝女儿，小翠，她怎么了？她被采花贼抢到燕京去了。但是去燕京一定要穿过林子，但是林子里有大盗，要是留下的买路钱不够，会连命也没了。
别想逃。收拾你！
一同去吧。称得上是林中的一虎，没想到却输在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手上，真是惭愧啊，惭愧！你在这拦路抢钱，又害人性命，还不认错？我认错，我认错。我问你，小翠是你抢走的吗？大爷，你这可不关我的事啊！我从来只是抢钱不抢人，一定是那些采花贼干的。采花贼？谁是采花贼啊？你快快说。采花贼是一群白衣女子，他们尽抢村里年轻漂亮的姑娘，把他们去献给他们的少主。白衣女子？难道是他们？大爷，求你饶我一命吧。饶你一命可以，但是你得告诉我他们去哪儿了。他们往燕京方向去了。这可不关我的事啊，别跟人说是我告诉你的。好，今天我就放你一条生路，但是你得老老实实的做人。是，是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上燕京去看看。Thank you.
好香啊。敢问尊姓大名？不必说了吧。我们住在大街的客栈里，不如就一起去谈谈吧。你既生了小女，我有言在先，自然将女儿许配给你。我们在拳脚上玩玩倒也有趣，至于招亲嘛，谢了。居然受这样的侮辱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喂，你这样干不对啊，你应该娶了这位姑娘才是。你是谁啊？娶不娶她关你屁事。你居然不愿意娶她，干嘛上场比武？她旗上明明写的是比武招亲嘛。你这小子来多管闲事，到底想怎么样？这姑娘相貌又好，武艺又高，你干嘛不要？你没见到这位姑娘伤心的拿刀子要抹脖子？你这混小子，跟你多说也是白费。走啊，把花鞋还给这个姑娘。这是她输给我的，再这么纠缠不休，你是不是想找死？到底还不还？你这臭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有种就过来跟公子爷较量较量。小子，我送你上西天。住手！喂，哪个坑里钻出来的臭道士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贫道与这位小哥素不相识，只是对你这般骄横的模样看不顺眼罢了。你，我问你，你姓甚名谁？你师父是谁？我叫完颜康。我师父的名字可不能告诉你。你师父左脸上有一颗红痣，是不是？别跟我耍花样，我早就料到你是邱师兄的弟子。你师父传你武艺之前，对你说过什么话来着？你是全真教的？正是。今日之事，若是给你师父知道了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失礼，失礼。道长见任的家师必定是前辈，就请道长驾云设下赵王府，待晚辈恭迎教诲。赵王府，那这件亲事怎么办？这件事得慢慢从长计议，我自己可做不了主，得和我娘说一声。好。那你先把鞋子还给这位姑娘。好说好说。道长，晚辈在设下恭候，你问赵王府便是。好吧，今晚王府见。一言为定。今天多亏两位拔刀相助，在下妇女拜谢了。有关恋爱的亲事，我会去帮你们看着，两位不用担心。这是麻烦道长您了，那我们先行告辞。道长，请受晚辈一拜，也多谢道长的救命之恩。
小兄弟请起，我还有话要问你。走，我们一块到城外的河边去。好。叫马玉道长也教过我一些运气的方法。哦，大师兄教过你武功，那我根本就不用担心吧。跟你相打的那个什么小王爷，是我师兄长春子丘处机的弟子。丘处机？你说的是全真教的那个丘道长吗？对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丘师兄约了我在燕京相会。他来燕京，听说他收了一个姓杨的弟子，说要到嘉兴和你比武，为这件事。王道长，比什么武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没关系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能叫你吃亏。来，你现在打一招给我看看。那我就在王道长面前献丑了。这招是弟子自学的。
空手夺白刃。来，瞧准了。让我再试一试。好极了，大有进境。多谢道长指点。静儿，我还有事要问你，今晚你来客栈等我。弟子知道了。What?